备受亿万人关注的2019年央视周年春晚正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紧锣密鼓的筹备。1月8日下午，记者从多位歌星、歌唱家处打探到，2019年央视周年春晚有望恢复春晚歌星真唱。尽管春晚导演组目前还没有针对今年春晚是否真唱对外发布消息，但一位歌星向记者透露，有多位电视专家建议今年春晚导演组恢复真唱，希望应邀参加央视春晚的歌星、歌唱家都能在2019年春晚现场真唱。